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係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呢，咁其实而家市面上呢已经係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呢，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呢已经呢度呢有好多嘅客人呢就係、是、买咗返去屋企度呢，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欢迎收听元网台嘅自然疗法与你，我系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嘅自然医疗资讯同最新嘅发现，等你同你嘅屋企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嘅人生。Hello， 袁医生你好。系 ，Della 好，大家好。啊，今日咧帮我哋啲听众咧讲一个问题啦。嗱，听落去咧，状似就系好简单嘅，好常见嘅，咁就系咧皮肤痕痒。相信咧任何一个人咧都会经历过咧皮肤痕痒呢一个嘅症状噶啦。咁无论咧可能系天气干燥啦，啲皮肤痕啊咁样又有啦，或者可能系着到啲衫啊，有啲招牌啲嘢拗拗下又会痕啊啲嘢咁，甚至乎咧系一啲即系俾啲蚊叮虫咬啊，或者系以前话学过有啲树木啊嗰啲嘅敏感啊，咁样都会有啲痕痒。但我哋今日咧希望袁医生帮我哋探讨一个问题咧，就唔系好似简单头先我讲嗰啲嘅症状，而系咧知道袁医生遇到一啲病人咧都系嚟到就系咧嗰个主诉都系话个皮肤好痕嘅，但系撇除晒头先我哋头讲过嘅原因之后咧，佢都系仲系好痕嘅，咁痕到系点咧？系持续性啦，系咁拗啊，里面呢甚至乎好似系即系一句形容词，就系话里面好似有咧有千万只蚁喺你度拗下拗下咁样样咧，甚至乎咧系持续几年嘅。咁听落去就好似话即系因为皮肤痕唔系有啲咁嘅大问题啦，但如果就系好似我头先讲过呢啲咁样，一个不明原因嘅，唔系话净系皮肤表面上面嘅问题呢，而甚至就係一啲呢係身体里面结构性上面嘅一啲嘅影响嘅之下而痕嘅，或者服用咗一啲嘅药物啊啲嘢呢而引起嗰个皮肤嗰个嘅唔係只表面係里面嘅痕痒嘅时候呢，咁呢啲嘅症状呢就会持续好耐嘅时候，令到你呢好烦扰啦。拗又唔系，拗到损晒都止唔到痕嘅时候咧，袁医生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帮下我哋呢啲病患者咧？嗱、啊，即系皮肤痕，我相信冇乜人话未经历过嘅，系咪？咁一般嚟讲，即系俾蚊叮亲啊，有虫咬亲啊，或者俾虱啊嗰啲咁，咁嗰啲痕啊，好即系好常见嘅。咁但系我亦都有啲情况咧，我有啲病人咧系痕到咧，佢要拗到咧，系全身都系血迹。佢个底衫咧系全部都系血迹嚟嘅，血斑，即系嗰啲深色嘅血啦，唔系鲜红嘅血啦。咁即系好明显咧，呢个系一位老人家吓，咁佢就系拗拗拗。咁但系咧，你望落去皮肤系冇疹嘅，乜嘢都冇嘅，即系唔知系咩嘢引发。总之佢就系痕得好犀利，成身嘅拗拗到出晒血，成件底衫都系即系。冇得乾淨嘅，全部都係血印嗰種顏色。咁亦都有啲情況咧，我亦都遇咗個病人咧，佢係佢嗰種痕咧係好深層嘅，佢只能夠形容俾你聽咧，係即係唔係表面可以拗下拗得舒服嘅，係好深層，佢要挖落去咁先拗嘅。咁啊，呢啲病人即係好多好耐㗎啦，即係好嗰段長嘅時間嘅問題，解即係唔係咁容易搞得到嘅，又解釋唔到嘅。咁有時遇到啲問題咧。我都要靠同外療法去醫嘅嚇。咁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係解釋一下咧，即係基本上咧，即係痕癢係咩一回事嚇咁樣。咁當然係咪有一種感覺啦嚇咁樣。咁但通常咧，好多痕癢咧就會同有啲簡單嘅皮膚嘅問題嘅引起啦。咁但亦都好多時候咧，佢咧就係、是、一個系統性嘅症狀嚟嘅。即係唔係皮膚嘅問題引起，係其他身体入面嘅引起，而可能都系冇乜其他症状，你只系咧就系有痕痒嘅啫。咁但系其他啲嘢你就揾嚟揾都揾唔到嘅咁。好啦，
咁通常咧就系、是、皮肤本身嘅问题嗰种痕痒啦，咁有阵时会都好细、好辛苦、好严重啦。咁包括可能啲 scaping， 我叫虱啊，即系有啲木虱啊、蜘蛛虱咬亲啦，或者俾昆虫咬到啦。咁亦都有时候咧系风烂啦吓，或者系嗰啲异位性嘅皮炎啦，啊或者系嘅接触性嘅皮炎。有啲人咧即系可能啲嘢譬如有啲皮带箍得紧啦，啲衫紧咧，佢箍紧嘅部位会痕得好犀利嘅。咁亦都可能有啲金属啊吓接触佢咧，佢又会有种会出现皮炎嘅。咁亦都有时咧出现嗰啲皮肤咧就系、是、出现斑块啦，或者厚咗咁样厚。咁亦都有时咧可能因为疱疹性嘅皮炎啊。咁当然简单嚟讲咧就系、是。有啲系因为皮肤干燥啦，尤其系啲年纪大嘅人啦，系某啲地方嘅环境啊，咁系特别干燥，咁系会引发咧系整体性嘅嘅严重嗰啲痕痒嘅吓。好啦，咁如果有啲系系统性嘅问题啊，同嗰、那个同即系同引发嗰、那个嗰个痕痒嘅啦，咁就可能咧就会包括譬如嗰、那个肝胆。那个胆汁那个堵塞咁就出现一啲黄胆性嘅皮肤有啲胆汁渗入咗啲皮肤导致皮肤痕痒啦。咁有啲系嗰个尿嗰个 uremia 嗰个尿素增加，咁亦都有时系因为嗰个系副甲状腺过高都会导致嘅。亦都有啲系因为嗰、那个淋巴癌啦。或者血癌啦 ，leukemia 啦，咁亦都有一个咧系叫 polycythemia rubra， 系一种多血性嘅症状嚟嘅。咁亦都有阵时候咧喺怀孕嘅后期啦，即系临盆嗰阵时候啦，咁有阵时皮虚都会有阵时出现喺度嘅。咁亦都有啲容易引发嘅原因咧，譬如嗰啲药物西药吓，好似 barbiturate 啦。或者嗰啲salicylic 嗰啲阿司匹林嗰类药咧，亦都有时会引发呢啲皮肤痕痒嘅。咁亦都有其他嘅可能性啦，但系虽然未曾证实到噶啦，咁可能系嗰个甲状腺过高啦，亦都可能糖尿吓、个糖尿嘅问题啦，亦都可能咧系入边有啲可能癌症吓、都可能有可能有啲关系嘅。咁但系咧。咁亦都有时有啲人咧就话个心理嗰方面啊，情绪嗰方面咁样，咁亦都会有时候咧就会导致个人即系情绪敏感啊嗰啲，有啲细路仔有时咧佢嘅表面嘅症状会痕喺度拗嘅。咁当然咧你拗得犀利咧，会出现红啦，皮肤会红啦，皮肤会出现条状啦，嗰啲痕一条条痕啦，或者咧系损咗啦。流脓啊、损啊，或者咧系会结焦啊咁样，咁呢啲咁都会即系会影响嗰个本身嗰个问题嘅。咁有时拗得犀利啦，皮肤会变厚啦，咁或者会出现色素啊呢啲问题嘅，因为长期咁嚟到拗，咁皮肤咧就受咗不断嘅刺激咁样嘅。喺个治疗方面咧，咁一般嚟讲咧，啲人去睇西医啦吓，咁佢哋通常咧最紧要咧，都要揾到嗰个原因先吓。咁睇下有冇可能系内部嗰个症状，譬如有冇肝嘅问题啊，或者我曾经所讲几种嘅几类嘅问题啊，糖尿嗰啲咁样。咁睇下有冇呢个人员，或者咧可能因为同个药物有关啦。咁所以咧，简单嚟讲咧，我哋通常咧都叫佢病人咧先停一停啲药、因为药物引起嘅皮肤痕咧都几常见嘅。咁通常咧，即系食开啲药啊，咁即系暂时停一停啦。咁又去睇下会唔会因为个衣服啦，有啲人对羊毛敏感啦，咁亦都有啲嗰啲服饰可能太紧啦，掹紧嗰啲啦，咁亦都可能就因为冲凉成日过度冲凉啦，你到皮肤容易干燥啊咁样。咁即系好多其他嘅嘢都要即系要考虑下，要探讨下到底真正嘅原因喺边度啦。咁通常一般人咧就会查啲即系润滑液啦吓，咁样样。咁初查啲认为通常咧最好都系当皮肤即系唔好干晒先查啦吓，即系皮肤仲有啲湿气啊，咁你又补下湿啊咁样样。咁通常冲咗凉之后啦，咁稍微即系将嗰啲水即系稍微印干少少啦，咁再查呢啲咁嘅润滑液咁样样嘅。咁
咁亦都好多时候咧，药物各方面啦，咁喺西医嗰度咧，通常可能会严重啲用啲类固醇嘅吓，整体性嘅类固醇嘅，咁但系嗰阵时未必得嘅。咁年纪大嗰啲，可能因为皮肤干嘅关系咧，咁咪俾啲即系润滑剂啊，咁俾试下可唔处理得到。咁但系当然啦，严重啲嗰阵时候咧，西医咧可能咧会开嗰啲镇定剂吓，因为觉得你一种因为个皮肤痕啊，可能一种情绪嘅因素啊，特别敏感啊。咁有啲甚至乎开啲镇定剂啊，甚至乎咧系情绪嗰啲抑郁药都会有嘅。咁当然啦，好多时候咧，佢当一种敏感嘅情况咧，就开一啲嘅抗敏药啦 ，antihistamine。咁但系问题咧，我哋遇到啲好多病人咧，都系已经经过晒呢啲咁嘅治疗，系咪？即系做都唔掂嘅，都揾唔到嘅，都唔知点解咧。咁就嚟揾我哋咧。咁我哋咧就喺个同类疗法嗰个角度咧嚟到帮佢哋噶啦。因为同类疗法有个好处咧，有阵时候咧，我哋主要都系根据嗰个表现嘅病征嚟到配疗剂啊。我都有阵时都唔系好需要了解到背后系咩原因嘅吓。咁总之佢个症状系配合到咧，咁我哋就用个疗剂咧，咁就可以医好佢噶啦。所以喺同类疗法里边咧，我哋考虑嘅个情况咧，就系有阵时个病人啦，譬如有阵时有啲我哋遇到一个啲系年纪大嗰啲嘅病人嘅啊，咁好多时候咧，佢哋就有呢啲咁嘅倾向嘅。咁我其中我就遇到一个病人咧，就系佢系拗到全身都血痕啦，个底衫咧就系冇即系全部都血迹咁样噶。咁我当时我记得我用嘅疗剂系 Dolatrose Purine。咁通常咧呢、這个症状嘅特征咧，通常俾年纪大嗰啲人嗰啲皮肤痕，同埋咧通常咧佢系冇乜爆疹嘅。啊！即系佢痕，佢系拗嘅地方，其实冇疹冇剩嘅。你总之个皮肤有痕，咁佢拗到损晒。咁我记得我就有啲呢种嘅情况咧，我通常就用呢个疗剂系 Dolatrose Purine 嘅。咁当然啦，年纪大嘅人嘅疗剂有 Masarian 啦、Oleander 就好多系同埋嗰个头皮好多嘅啊。咁 Sorinum 啊、Sulfur 啊、轮呢啲嘅一大嘅疗剂啦吓。咁如果你又因为系俾蚊咬咗之后痕咧，咁我用 Lidum 啦，大家可能都认识，听我哋节目咧都会听得多，我哋都会介绍好多啲疗剂咧，你大家都可能都系都即系都听过吓啊。Caladium 啊、Lidum 咧就用啲系俾啲蚊虫叮咬嘅，咁亦都可能咧系因为佢系夜晚黑发得犀利嘅，咁我都有不同嘅疗剂啊，都有好几只疗剂咧系专门系帮助一啲。是晚黑出现过的疗剂的。咁包括硫磺啊，包括 Dolatrose Graphitis 啊，即好多呢啲嘅疗剂啦可以应用喺呢方面嘅。咁亦都有啲情况呢，皮肤痕呢就当佢系热嘅时候呢先至痕嘅。咁我哋疗剂可以考虑呢就系个汞啦 ,Mercurial Solubilis 啦。咁亦都有啲疗剂呢就痕呢佢就拗好开心，好过瘾，好舒服嘅。咁但系拗咗一轮之后咧，拗完咗之后咧，跟住就兴起嚟啦。咁呢个症状嘅呢个疗剂咧就系硫磺啊，收化咁样。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发现咧系因为系嗰个背后嗰个问题咧，系嗰个胆嗰个肝嗰个黄胆症嘅。咁我哋个通常嘅疗剂咧，都系同胆有关嘅疗剂啦，包括 Dolatrose 啊。Hepasolv 啊 ，Marica 呢类嘅咁样样嘅，好啦，咁再同大家即系介绍几个疗剂啦，譬如其中一只就 Radium Bromide 啦，Radium Bromide 咧通常都系夜晚黑痕喺张床嗰度痕嘅，咁我就可以考虑就 Radium Bromide 啦。另外一只就 Aluminum 啦 ，Aluminum 系铝吓，咁通常咧个症咧就系成身痕都好犀利嘅，喺张床嗰度咧夜晚黑张床暖咧。就会痕得犀利。咁 Lumina 咧，通常咧系干嘅，年纪大啲嘅皮肤嗰啲，即系瘦瘦、恩恩瘦瘦，皮肤好干燥，便秘都好犀利。咁呢个嘅症状之下咧，我都会留考虑 Lumina。好啦，另外一只 Ambra Grisea，Ambra Grisea 咧系鲸鱼嗰啲分泌液嚟嘅。咁通常咧系用喺嗰啲痕咧系肛门痕啦，或者阴唇痕这个咧痕得好辛苦嘅呢、这个、Ambra Grisea。咁亦都可能因为虫啦。Worms 啦，咁我谂下嗰个 Ignatia 啦，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仲有啲不同嘅疗剂，譬如好似系嗰个身体个孔度orifice 可能鼻哥窿耳窿痕啦，咁我哋个疗剂会考虑就 fluoric acid
氟酸 （fluoric acid）。好啦，咁而家啲疗剂咧就系、是、嗰个人咧皮肤咧就系、是、要包住个身体嘅、啊、衣服穿住嘅，但系一除衫要换衫咧，嗰个情况咧佢就会痕起嚟嘅。咁、即系呢个疗剂系 Rumex 啊 ，Rumex Crispus 啊，就因为咧佢系因为咧系即系暴露个身体。啊，受寒啦、啊，咁之下用到嘅。咁另外一只咧就Croton T 啦。啊，通常咧呢种嘅痕咧就系、是、就唔可以带你拗佢嘅，就但系轻轻扫下佢就会舒服咁样噶啦。OK， 咁好啦，咁仲有仲有一只疗剂，我就曾经介绍嘅就系、是、嗰种痕咧就系好深入嘅。啊，即系你要挖落去咁嚟到拗嘅。啊，呢个疗剂咧系成身性嘅吓，好多方面噶，好似俾人咬咗之后咧，但系好深入去拗嘅。呢个疗剂我过去咧，我最近都有个病系咁样，我用咗呢个疗剂。呢个疗剂系 Fagel Pyrum Escalatum， 系 Buckwheat 吓，大家都知道啦 ，Buckwheat 系一种乔物嚟嘅。咁呢个乔物咧，即系同个疗法好得意噶，同好多啲自然嗰啲物质啊、食物里边咧，都可以将佢成为一个疗剂吓。咁所以大家遇到呢个问题咧。就唔使太过灰心嘅，其实系有办法可以。所以有阵时候咧，你都试过好多方法咧，都未曾得。咁但系同埋疗法咧，我通常咧都系有啲可以俾大家咧系一个一线希望啊。咁如果有啲问题就唔使太紧张吓，我都可以试下用同嘅疗法处理一啲顽固性嘅皮肤痕。嗯，好啊，唔该晒袁医生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啊。咁咧，头先咧就系讲过啦，我哋而家个所今次想讲嘅咧就系咧系比较一啲好顽固性，甚至乎咧系个身体里边个结构性嘅上边咧嗰啲嘅器官啊系统性上面出现咗个问题而引起呢啲咧系深层次嘅痕痒嘅。咁所以咧，正如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当所有嘅问题你处理过都唔到嘅时候咧，唔好灰心，仲有一个同类疗法。永远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治疗给大家的。多谢袁医生。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可以打以下的电话和袁医生预约会诊。电话号码是 2577-3798。如果想查询刚才我们提及的疗剂或者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是 2882-4848。海外的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